小朋友抽黑响的时候就认识狼，对不对？Thank you.
吸了一口气，你觉得他要做什么？吸掉他的水，要跟他们交朋友。要跟他们交朋友，他很饿耶，他说他的脑袋都没有办法想还要交朋友。吃掉。哇，你看这样很棒哎，可是他这种是谁呀？那你在旁边说。
他说：“吵死了，你进步了。”小猪跟他说：“可是说，可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才行哦，才好哦。”大野狼，他就怎么样？夹着尾巴，又咻一溜烟的跑走。是很厉害的。
说故事给谁听？爸爸。啊，好聪明哦！一开始就要先去说给爸爸跟妈妈听，爸爸妈妈一定会给你们拍拍手。啊，如果家里有弟弟、妹妹，甚至姐姐都可以哦。告诉你哦，阿姨都超爱故事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刚刚我一开始跟你们讲什么？国家画的一不一样，所以在书里面可不可以环游世界？可以呀、啊，你看了希腊阿姨讲的故事，可是巴黎有没有？就在巴黎的一个安口一个叔叔画的画，所以我是不是知道哦？希腊他们有这样一个故事，然后呢，巴黎有一个画家，他画的什么小猪、小鸭。像这样子，刚刚你们还有看很多都没有看到的话哦。